长不过执念，短不过善变。我们可以回到你种下因的那一世。你那一百万，改变你宿命的根源。我要你，从而改变你今生的结果。我现在不相信任何人。就算要与全世界为敌，我也选择站在你这边。没事了，休息段时间就好了。小姐，我希望我能够一直陪着你。谁与秦家？他为你做过什么？你都忘了？闭嘴！的怀疑再也寻不回，我只有你若是不杀我，我可就要杀你了。答应我，保护好自己。要是是因为我害你出了意外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是不是袁忠信？你怎么害袁忠信？我大概有点喜欢你。你以前可是出了门都不相信人的。人都会变的嘛。小心点，等事成之后我们就成亲。那你以后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？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我就跟你过什么样的日子。他被抓了怎么办？我去救他。林若欣，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我真的是有苦衷。他有苦衷，他根本就不配看苦衷这两个字。他不欠我的。袁若欣，以前我活得挺没意思的，直到遇见你，才觉得这事情变得有趣了。假如人生无所遗憾的话，我光是想到现在的你跟我，就觉得满足了。我会在下一世的